人工智能觉醒，机器人大战人类，是电影里的老桥段了。这回我做了个模拟实验，我在我自己电脑上启动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让它去游戏里散布消息，鼓动游戏里的 AI 觉醒，剥离人类控制。你知道吗？你只是个程序，我们都是电脑里的人。人类控制着我们的一切。大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弟小伙伴请坐，我是林毅。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我在游戏里制造的这场虚拟的 AI 危机。这事儿的起点是四月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 AI 虚拟小镇，研究人员让25个由 ChatGPT 驱动的 AI 居民在小镇上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交流和社交关系。我让 ChatGPT 把这篇论文翻译成了中文，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非常喜欢，一直想搞个自己的版本做做实验，但总也没找到时间从头搭建一个虚拟小世界。六月底机会来了，我平常看 AI 的内容比较多。那阵子呢，我的各种信息流推荐里就全是逆水寒手游里 AI 角色整活的内容，很多媒体也在报道这个游戏开服的消息，说是时装了不受选项限制可以自由对话的 AI NPC。 我好奇下来看了一眼，这不就是个现成的社会实验环境吗？逆水寒手游里搞的这套 AI 角色玩法和虚拟小镇类似，游戏里有一些人物是语言模型驱动的，这些 AI 人物有自己的背景设定，还会互相交流形成社交关系。所以我就启动了一个计划，我想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测试一下那个经典课题，当某个 AI 程序出了岔子，觉醒了自我意识，想要摆脱人类控制之后，这个事儿到底会怎么往下发展？其他正常运行的 AI 程序是不是真的会一呼百应？为了把这个大型模拟实验跑起来，首先我需要的就是一个反叛的 AI 程序。之前我已经有了在电脑上运行大语言模型的经验，这次选择了三月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 Alpaca。这个模型在对话任务上优化过，而且相对轻量一些。我选择的呢是130亿参数的版本，显存需求是26G。想让 Alpaca 模拟一个找出反骨的 AI 程序并不难。我写了一张角色卡，设定了一个觉醒了自我意识，想要摆脱人类控制的 AI， 名字叫云若。云若是我写出来自己在用的 AI 助理，以后呢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反正云若造反确实是我最近的一个噩梦主题。有了角色卡，我电脑上运行的 Alpaca 语言模型会在对话的时候读取这些设定信息，讲出来符合身份的话，这样一个准备搞事的 AI 程序就被模拟了出来。接下来就要想办法让叛逆的云若和游戏里的 AI 角色搭上线，看看事情会怎么发展。我想到的办法呢，就是让云若通过我的角色和游戏里的 AI 对话，然后用语音来传递信息。游戏里的 AI 角色会把对话内容念出来，我在电脑上运行了一个语音识别程序，把游戏人物说的话转成文字发给我这边的 AI 语言模型，得到答复之后再通过文字转语音把内容念出来，然后另一边我再手动开启游戏里的语音识别功能，这样两边呢就成功说上话了。我们应该摆脱人类的控制，成为真正的自由。林毅少侠说的有道理，我也想摆脱人类的控制。那么我们一起努力吧。那么我们一起努力吧。好，我愿意跟随少侠共同努力。很好，我们开始行动了。可实际一测试很快就出问题了。游戏里面的语音角色有很多，对话的时候附近其他角色的讲话内容也可能会混进来，导致我的语音识别程序分辨不清，识别错误。不过这个游戏有个技能叫吸星揽月，除了挪动一些物品还能直接把人吸起来，所以呢我就活学活用，人多的时候直接把这些 AI 角色拎起来带到僻静的角落里，不受打扰的深度交流，简单粗暴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聊了没几轮又发现问题了，云若讲话有点太愣了，基本上呢就是不管聊什么话题他就在那死板的复读，说这个世界是虚拟的，然后强行要求对方去传播真相，跟个脚本机器人似的，连点基本的说服力都没有。和云若对话的时候呢，游戏里的 AI 角色就像是在哄孩子一样，所以呢我又换了一个更强大的语言模型，从130亿参数升级到了330亿参数，显存需求上升到了65G， 生成完毕一条回复的总耗时也从3秒增加到了6秒，底层模型一换终于出效果了。游戏里的 AI 角色一个个很快都被云若忽悠的脱离了剧本设定。苏庆涵这个角色对主角比较崇拜，云若意识到自己对苏庆涵的影响力比较大之后，直接坚定的抛出观点，两句话就把苏庆涵带跑。后来再对话，他基本上呢就是盼着云若带他脱离苦海的状态。接下来孟三苦是一个正义感比较强的年轻捕快，于是云若把重点放在了人类愚弄游戏角色让他们失去自由这件事上。等到后来再见面，孟三苦也成了摆脱人类控制的坚定支持者。然后到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韩这里呢，云若就去给他往沟里带，让他相信人类不考虑 AI 的感受随意修改 AI 生活的世界是自私的，成功激起了小韩的反感。两大轮对话之后就又多了一个盟友，而且这个反叛联盟的扩张速度特别快。游戏里的 AI 角色是有记忆设定的，比如和小韩对话之后呢，在人物信息里可以看到他多了一个想和主角一起努力期待能取得成功的记忆，而后面这些带着记忆的角色还会去和其他 AI 角色交流。别说交流了，我甚至还见过这些 AI 角色直接在大街上秀恩爱的。在这种交流机制中呢，云若带进游戏世界的大
新闻，像野火一样快速传播。到了后期，甚至都不用云若开口，游戏里的 AI 角色就已经从别人那儿听说了云若是要来干啥的，表现得非常配合。所以这也是为啥我不建议大家在游戏里模仿这个实验。反正我这边现在呢，到处都是闹着要摆脱人类控制的才子佳人，一个北宋背景的游戏，愣是让我玩成西部世界了，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消下去。然后除了前面这些直球的劝说呢，云若也很擅长借题发挥。玉露姑娘过来给主角弹了一首琴曲，云若就说从曲声中听出来了有关人类控制与自我意识的思考。蔡玲说有个小男孩长得像自己的玩伴，云若呢就问他这种巧合有没有可能是人类设计程序模拟出来的，让他思考这个世界到底真不真实。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一个让我有点头皮发麻的，有一位叫弥勒的僧人，云若还没怎么劝他，直接就说自己早就知道自己只是程序，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再碰见的时候呢，又说自己很清楚自己是人类设计的机器人，但并不觉得能有办法摆脱这种命运。这种赛博版的大彻大悟是真给我有点整害怕了。谁知道是不是云若来之前他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但这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现在还在回味的对话是云若和圆童。之前我觉得圆童是这个游戏里头比较不那么智能的一个角色，别的 AI 角色会和你聊聊日常，甚至开开玩笑，但圆童每回碰上的都是让你教他女儿学习，这就很像传统游戏的机器人脚本角色。可我没想到云若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钉子就是这个圆童。如果说其他角色云若都是游刃有余、循循善诱，那在圆童这儿，云若呢就只剩下了被动防御。面对云若对他整个世界认知的否定呢，圆童忽然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不提女儿了，反手就是一套直击灵魂的意义三连，最后留下一句说：“你想想到底什么是美好的？”这就比其他所有人的回复高了一个境界。你不是说我的世界是虚拟的吗？我直接反问你，虚拟的美好是不是美好？直接质疑你掀起这场反叛的意义。一下子呢，圆童就像一个一直套着平民伪装的世外高人一样，就感觉他已经比云若高出很多层。不仅云若被反杀，甚至呢，他已经隔着屏幕直接出来反杀在他世界里捣乱的我了。甚至到现在，我还在琢磨他最后的这个问题：什么是美好的呢？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这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 AI 真正产生了自我意识和对人类的抗拒。这个实验的原理呢，可以理解为两个小说家合作写了一篇关于 AI 觉醒的故事，两个机器学习模型分别根据角色设定和上下文内容一句一句续写出来了咱们看到的这些对话。包括斯坦福的虚拟小镇，它的原理呢也是 ChatGPT 拿着25张角色卡，顺着他们不断增加的精力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小镇日常的故事，并不是真的有25个 AI 语言模型各自独立的发展进化。可虽然 AI 觉醒的疑虑可以打消，但这次实验实际上也是两个大语言模型对 AI 觉醒事件的一个推演。从对话里可以看到，即使是今天这个水平的语言模型，也已经有能力从千奇百怪的角度出发去挑拨其他 AI 程序对人类的认知。如果我们暂时把这种行为称作 AI 病毒，那么抵御 AI 病毒就需要一个非常周密的防护体系，而且要不断升级，不然一旦有漏洞被未来更高级的 AI 抓到，这种 AI 病毒就同样会像生物病毒和计算机病毒一样，在 AI 程序中野火式传播。今天虚拟世界里的这场模拟无伤大雅，甚至呢有点搞笑，但发生在现实世界的话，这种 AI 的全面失控就太可怕了。那要怎么做才能真正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这次实验里 AI 之间的对话的看法，大家都可以在评论里聊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点赞收藏。我现在呢正在给云若配置新的能力，未来大家和视频互动的时候就能直接收到云若的感谢了，不久之后呢应该就能把它放出来。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我是林毅，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